那边做以前的三个修行禅。古药圣经内面讲到一个真敖精进的一个君王，也是一个勇士。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章，八章的上头前的所在，写几字佛体，较宏大的字体，伊也写讲妖化佛大兵，练德行哦，底下练练德行，唔是干一摆德行，是真侪摆都底下来德行。沙摩尼下卷的第八章内面记载这个经章的这事，代表底下。连连打败真侪无共款的民族，特别伫圣经内面讲到一个真强的民族，叫做腓尼基人这个民族，然后佫有提起着亚兰人这个民族。就是腓尼基人虽然伊是真强猛、真勇、真敖修战的战场的顶面，总是带兵，伊有法子当甲伊打赢。啥以色列百姓是真正的部队，以色列百姓是一个畜牧，就是饲羊、饲牛、饲骆驼。这种的民族，不是真正的民族，总是代表来领导这以色列人，甲遐个有军事训练的这民族，伫遐交战。圣经伫遐讲，因拢特拜拢伫遐得胜。特别后面佫记载讲，这亚兰人足好个，啥以色列百姓这种的，敢若割羊、割骆驼，这种的民族会当赢完。所以亚兰人一拜进攻输退去，佫一拜佫来进攻输佫退去，佫唔甘愿。搁一摆进攻，圣经咧描写咧这个部分咧叫做这段历史的成功，这亚兰人真不好，想要以色列人会当得胜，阮是专业的，也是故意的，总是代表着将这些人拢给打败。十四章的圣经咧记载讲以东人同款，嘛是去予代表领导一些百姓给打败。以东的这个所在，代表则伫遐设营派兵驻军伫迄个所在。最后，圣经用一句话来做一个结论，也正做内面，伊个领导以色列百姓顶面，上帝予伊个未来一个注解，讲大地无论去倒落，耶和华拢予伊看赢；大地无论去倒落，耶和华拢予伊看赢。大地个胜利，予咱想着，伊伫旧约个战场个顶面，实在有真济遐个战绩。通伫迄个所在来家记录，成做一个历史的文献，成做真侪人伫遐笑念。但是若讲到新约的时阵，除了咱咧讲旧约的这个代表以外，新约有啥物人，互咱会当看起讲常常连连得胜的机会，有啥物人？咱做上帝子儿女，咱拢会当得到一份应允，这个应允就是耶稣基督要成做上帝所选咱一个上好的一个得胜者。上好的一个得胜者，基督耶稣无论是伫啥物所在，无论是伫啥物场所，无论是啥物时阵，伊拢会当得胜。圣经里描写讲，新约圣经无啥物战争，旧约圣经有真侪战争。啊，耶稣毋是像大卫会当新约中间真侪战争，但是啥物耶稣会当，互全世界的人，互真侪信伊的人，伫基督内面得到遮尔大稳定的祝福，看赢过大卫。今仔咱咧看台面的输家是咱的作恶佬台面，咱是真少年台面，总是无人因为台面的性命伫咱的心中来改变，而遐变心，是因为基督的关系，是因为基督伫咱的心中，但是基督无战争过啊，啥物原因基督会当有遮尼大个影响力，佮赢过台面？圣经讲，耶稣基督伫这个世间的日子，平常日子中间，伊就是一个得胜者。出来传福音，最后伊三档的中间，伊也可能是一个拄到真大个反对、攻击、陷害、出卖，伊嘛是一个得胜者。甚至到底是物件，一个真可怕的是物件顶面，伊嘛是一个得胜者，因为伊对死过啊。圣经通过伫耶稣所发生的这些事，这个顶面一直是证明一项事，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伫伊的一生的中间。拢是一个得胜者，基督上帝透过伊要赐予咱每一个人有一个耶稣基督，毋是要赐予咱一个代表，赐予咱一个基督。人生的中间，伊当连连得胜，连连得胜。耶稣基督伫预定时期进前几工，有甲真侪人讲过话，特别伫遐甲文士、法利赛人讲一寡话，伫
伊讲话了后，伫遐安尼讲，讲亚罗萨冷啊，亚罗萨冷啊，我侪侪拜观你主进，恁的囝儿女亲像家母主进几啊囝，伫我的视角伊。耶稣讲这话语，你讲起讲，伊作伊也亲像家母要主进几啊囝啊，我伫个视角下面，伫遐阿因来保护。现今嘛是安尼说，耶稣当时甲当时遐个人。无反悔的人，伫迄个所在讲这个话，今仔日二十一世纪的中间，啊，还阁安尼咧甲人讲，伊愿意亲像家母自尽鸡仔囝。家母自尽鸡仔囝用意是安怎？家母教鸡仔囝阿伫咧食下面，伊个目的是甚物？是咧做一种个保护，然后再当迎接。有到要来攻击家母的时阵，家母先甲鸡仔囝去苦话，阿伫伊个食下，然后伊再去面对。要甲攻击的动物是甚物？耶稣基督嘛是亲像安尼。今仔日这个世代，咱要讲耶稣基督敢有甲咱相共伫滴？迄个国外的主伫咱的中间，咱来确信这样子。为甚做一个家母来扶持咱？咱讲撒旦伫这个世间上阶段的工作是甚物？撒旦的工作就是，把咱伫上帝面前常常跌倒，常常离开上帝，常常陷落伫迄个罪坑的中间，然后予上帝甲咱定罪。这是撒旦上界爱做的一件工作，是啊，上帝甲咱定罪了，对撒旦上欢喜，因为上帝甲咱定罪了，上帝好差就会离开咱。所以撒旦伊讲啊，若会当予咱人犯罪，然后上帝就甲咱定罪，上帝就甲咱定罪，上帝就气杀咱，安尼魔鬼的诡计就会当得胜，安尼一条灵魂就归魔鬼撒旦，无归上帝。所以这是魔鬼撒旦上爱做的工作，拖累咱。拖予咱一当，跌落伫迄个犯罪陷阱的中间。总是咱要讲圣经，甲咱讲，虽然咱软弱，咱有罪性，伫上帝面前，咱真紧就跌倒。总是咱肯伫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重新搁爬起来。下面的恩就临到伫咱的中间。总是无因为咱重新认罪，上帝恩典下面伫咱的身上了，魔鬼就放咱一条路。魔鬼呢，搁对另外一个方向来。来个攻击啦！唔嘛，我咱着上帝定罪，然后上帝佫起杀来。咱着看起讲上帝甲魔鬼撒旦中间的迄个交战，常常伫咱的中间，毋是咱家己交战，是咱的上帝来替咱伫遐做交战。唔嘛是亲像一只鸡母啊，一阵鸡仔囝伫上帝面前。耶稣伫这个世间有啥物款的秘诀甲武器，会当连连来得胜？生活中间，伫休息的中间，伫困难的中间，加一项属于的答案就是圣经。圣经，耶稣的武器就是圣经。照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内面讲，讲单单就夸口，迄个圣经是靠圣经来看赢，靠圣经来看赢。圣经敢有啥物？大个功用是不？不过是古早时代一个工具尔，是一个兴发的工具尔。伊敢有啥物款的特别的力量？迄个特别的力量，毋是这个工具，迄个特别的力量是因为有基督伫迄个顶面，有基督伫迄个顶面，迄个是不？就正做一个无同款。当魔鬼撒旦伫咱的身上来攻击咱的时阵，咱讲，其实魔鬼撒旦上惊的是是不？上惊的是不？基督若惊就死去，对魔鬼撒旦来讲，迄是一个计划顶面上界大的破坏。所以，若安尼，咱讲魔鬼撒旦伊上爱做一样代志，就是若会当阻挡耶稣行伫死去的这条道路，安尼伊就成功啊。基督卖伫死去顶，伊就无迄个困难。所以，咱就看起讲，真正时阵魔鬼撒旦咧做引诱的工作，伫旷野时咧引诱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的时阵，魔鬼撒旦佫利用伊的学生彼得嘛会受利用哦。魔鬼撒旦利用彼得甲耶稣讲：主啊，你来行这条道路，这条道路是真辛苦的道路。人讲主耶稣，阿妈咪啊，指责公开来指责彼得。一句咱了解了，咱就知讲啥人耶稣来讲。主耶稣甲彼得讲：撒旦提起我，咱弟兄。彼得不是无名啊，耶稣会当甲讲你彼得提起就好啊。
是咱耶稣甲彼得伊学生讲，撒旦退伫我后壁面，因为知影耶稣知影，伊伫彼得的背后有撒旦，撒旦利用彼得耶稣上界以来学生，伫遐个耶稣主动就刺激，因为这条道路是一个足有困难甲关闭的一条道路，总是耶稣甲彼得伫遐讲讲撒旦退。主要是在指着彼得背后，彼得秘在后边，彼得魔鬼撒旦，也来讲退伊外后边的。这条道路，我是一定爱行。是个个人德性，撒旦魔鬼，真做一个下罪、下面一个真大的一个困难。那你姊妹，当咱在咱的生活中间拄着撒旦在遐引诱咱、攻击咱、控告咱，在上帝面前的时阵，我咱在上帝面前好像就带有真济罪过。同时，咱讲，咱的基督已经在遐替咱亲像家母在遐做见证。咱的基督会甲撒旦在遐讲，看，这是世界，用世界只有魔鬼撒旦在遐看，是讲这世界顶有我的宝贝。我为着所有有罪人，所有一切人，流出这宝贝，这就是我的困难，这就是我的特色。但是因为人讲耶稣基督会当成做当今全世界无论多一个民族，竟然欢喜承受耶稣基督，无论是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红种人，拢不要紧，竟然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伊的特色的困难嘛，袂点伫伊的中间，这是上帝手术的问题，上帝应允，用迄个宝贝。要用所有全人类，你洗清清气，嘛要用所有人罪人。上帝要将大卫手术，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在因的生活甲入迦南地这个过程中间，一直领受到建立王国的过程中间，去体会到上帝有手术一个这么好的人在遐来锻炼因在因的生活中间日日来得胜，那是生活上的得胜。总是来到心中，咱看见讲上帝特别上帝搁手术咱。有一个上帝宝贝、名贵代表的怜悯，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在咱的生活中间，会当予咱在灵性的顶面、生活困境的顶面，更加面对着遐艰难、忧愁，不是干呐脱离遐困境尔，乃是予咱会当知影，咱有会当靠着这个得胜耶稣基督，咱在生活中间日日，会当由伊的关系来赢不出、赢不出。但是因为你家当耶稣。但当作是共一个朋友吗？也是你甲耶稣来真侪当作你生命中间上界大的一个生命瓦壳。困境的时阵，无得交通的时阵，无得靠山的时阵，拄着攻击的时阵，拄着恶当当的时阵，伊感觉一个得胜者已经徛在你的身边，已经踮伫你的生命中间。这是是不是好难的上界大问题？当基督徒若无伫这个顶面看见这一切的时阵，咱伫这所领受稳定，对咱来讲，感觉这个稳定足轻的。这个稳定若放伫个轻啊顶面，伤过轻去。当咱看到十字架顶面，基督所带来宝贵，是毋是知影讲啊？这个稳定是何等的轻，何等的宽，何等的大，伫咱个中间。确定啊，咱要做阵来修圣餐，圣餐到底想着啥？生产讲究就是时间，顶面也少，无时间，无迄个承担，咱所犯的迄个罪，迄个宝体泡沫，迄个宝血流出，咱今仔伫这个所在所领受一切，拢是无价值，是因为基督的关系，时间顶所付出的，予咱伫上帝面前在看，咱看做，受看做是一个宝贝，珍重，会主所欢喜啦。我们在主的面前会当知，由基督的德性，嘛吃做咱生活的德性。由所有的环境，无一项会当束缚咱的德性主。我们在这个顶面也听见的，打起码头来祈祷。生命主宰我的上帝，感谢你。讲到他这条路径顶面所发生的，一个拿撒勒人耶稣的一个事件，相信会流动全世界，无论是多一个民族。伊拢听起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互伊会当伫生活中间欢喜拍开心田，接受这个救主，生命顶面就开始反转，开始改变，成做一个无同款的人。
主犯判去原地，伫哥哥他亚罗萨林所发生的这小小的一个事件，竟会当带予全世界这么大的一个改变甲影响。主犯伫主你的面前，我嘛感觉着阮过着感恩的心。阮是何等的人？阮伫全世界的人中间，阮不过是一个卑微中间一个人安尼尔。总是提拔上帝，你愿意为着阮个别，予阮会当承受着这么大丰丰富富的稳定，予基督的保体甲保血，当成就这拯救。主感谢你，透过安尼伫二十一世纪往以后日子行去的时阵，阮依然会当知，阮有一个得胜者伫阮的中间，阮欢喜拍开阮的心，予得胜者常常甲阮三个弟弟。来精进，搁精进，德行搁德行，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间，愿你保守阮，也予阮伫一个圣餐的过程中间，透过一个食物，透过一个葡萄酒，予阮搁较更加少年，阮甲主你建立的关系是遮尔深，阮得到真大的帮助。主啊，将今仔日的敬拜甲圣餐啊，仰望主，愿天父上帝你引带带领。祝福你们平安，献上感谢，以祷告耶稣基督的圣子名来祈祷。